万圣节快乐！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蓝色巨人，我是狂蛇。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个 Google 的小游戏，就是说不定要在今天才那什么，今天才玩得到，而且也说不定那什么明天就结束了。所以我会在今天给他上传这个影片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玩一次看看呗。像已经玩过一次就你要用滑鼠然后在那边弄啦，然后你不能给他用分段弄的，然后这个的话是后面才需要用到的。是一个非常可爱的，应该说上次真的很可爱的小游戏吧。还有不知道为什么麦克风的声音突然变好小了。嘿、hey, ，我来陪你玩玩哦。还打我一下。然后有一个爱心形状的，那就是他会帮你补血。不要去防了。我想要过这一关。我这真的是一个万圣节的小游戏啊，我至少让你们看到最后一关。
还是死了，这真的好难玩哦。完了，我越来越熟练了。还死了，这其实是我刚刚才发现的。为什么啦？好难玩哦！算了，今天就玩到这里啊，拜拜。